结果吃，我可以吃一个月哎，神仙果，哇，太棒了！可能钓鱼要带这个去，地种，厉害，地种啊！只要看到这个样子，能想到我就对了。有啊，有啊，保留。哎呀，这个圣诞的哪得了？啊，在国校门口山上，要寄养，可以放在口袋，椰子。 吃不完就剩下我来。老师录了百集，你也从来没有帮我拔过筷子，真的吗？真的哎，我没有做过这么动作。没有。老师，你要把他那个碎碎弄掉，这样好像很气。啾啾嘞，啾啾嘞，他这样更气。哦，真是禽兽。然后吹一吹。来，给你吹，给你吹。老师一口仙气，小心啊，不要沾到嘴唇啊。老师。 老师，也是，你也从来没给我一张卫生纸去擦过舞的，没有过吗？没有，我真是禽兽。现在我禽兽，我也是家禽。老师，你是禽师不是禽兽。这样真的压力都很大，真的。我都常常在想说，他们可以这样比我还不一定。对，每天要这么多歌，对啊，准备，所以。 现在很棒啊，对啊，看到老师很开心，顺利的赞赞赞。所以老师当评审也不容易吧？也是，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接触这么多年轻的歌手，然后去从中学习大家的这个不同的特色，对，因为有一些他们唱的东西我们未必会比他们好啊，对，因为每个人擅长不一样，但是看到他们在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努力，我觉得都很不容易，谢谢啦，对啊。 你要坐哪一台？你要坐哪一台？你说。我都想坐。哪一台都想坐，可是我怕我骑不动了。就是这样子，这样。啊，你坐你要。啊？屁股要坐的要抱这样子。你看看。我是这样的，我还没压车哦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